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，这天巨神像往常一样在射击馆练功，忽然他的大弟子小豌豆冲了进来。师傅不好了，师傅不好了，国王要封了我们射击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巨神一听火速冲了出去。这时小豌豆阴险一笑，他偷偷将师傅练习把子掉了包，等师傅回来一徒儿啊，你是不是在骗师傅？国王没有封我们射击馆。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，我去外面帮你守着师傅，您继续练功。巨神越打越不对劲，不好，这靶子有毒。这时小豌豆带着打兽橄榄巨人走了进来。哟，还敢回来呢？徒弟们给我好好招待下这位贵客。最后巨神能否成功教训小豌豆，拿回属于自己的射击馆呢？那就要看你们的支持了。